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婷。今天我们来吃鸡骨干，脆脆的，肉还蛮多的。我看到有一个好多，先吃它吧。看到没有？好大的肉。好满足啊，麻辣孜然的。吃完了，再来。这个肉也还行。有点柴呀。嚼。好，加热的有点柴了。这个是骨髓，也可以这么吃，好入味啊！它是麻辣孜然的，我不爱吃原味的，原味的没味道。这香叶，它弄掉，现在又卤了一下，然后再来去炒。脱骨鸡骨棒。吃干净，好吃，再来，看完啊，记得双击，好吧？开包追，好像不咋脆呀，把它全部吃完，我要等你们的小红心，这一盘就是一袋。那包装的一袋，这东西我线下都没遇到过，网上的东西真的是无奇不有啊，真奇。可是还好吃呢。剩下这几个也要啃掉。是啥东西？是骨头。OLDS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姜片，姜片还可以吃腥。我好喜欢前面这个汁儿，不辣，不是很辣，一点点辣，一下子就脱骨了，证明没有牙口都啃得动。厉不厉害？快吃完了。没啦，这就是一个骨头了，有点辣，专家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